啊，人家穿的那条裤子好 fashion 呀，好漂亮啊！哎呀，嗯，再瞅瞅我的，这夏丽穿着裤子，逛街也穿这条裤子，不行，我也得让我老公给我买条新裤子去。玩手机，气死我了！哼！哎，媳妇，你这是咋了？我看见你那相情不太好。你说的那不是废话吗？我下地去干活，你倒好了啊，坐在家里舒舒服服的玩着手机，我心情能好了吗？可是。我不玩手机，我干啥呀？啥没事干呀？你可以在网上给我买条裤子穿呀。你瞅瞅我的裤子啊！你这裤子挺好的呀，挺欢身的呀。fashion， fashion 啥呀 ？fashion， 你瞅瞅这裤子，这分明就是一个男人穿的裤子吗？我，你必须给我买条新裤子。我说你能不能？别一有事儿你就玩小孩脾气呀！啊，买啥买呀？你也不看看咱家这啥条件啊？能买起呀？啊？你知不知道21世纪他最需要什么？啊？需要啥呀？勤俭。哦，知道了吧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，没关系，反正在我这儿，总而言之一句话，裤子什么时候穿破的？不能再破了，把那话，老王，我先走了啊，慢慢一个人生气吧啊！穿破了。还惹了，你下不下我？
爸妈妈去上班，我去幼儿园呢。哎呀，这火鸡面就是美。嘿，老板，这辣条咋卖呀？辣条啊，1块钱一袋。行，那你给我拿2袋啊。哎，行。那啥，美女，咱们这个店呢，新出了一种自制的新型火鸡面，你要不要来一份？火鸡面呀？啊。哎呀，我看着就不好吃，我还是比较喜欢吃辣条。就这碗，给你钱。哎，行吧，慢走啊。哎，好。哎，现在这人怎么都喜欢吃辣条呢？哎，有了，自制各种辣条味火鸡面。哦，听着不错呀。哎，我瞅瞅。美女，来一杯。啊，给我来一杯，我先尝一尝。来，我给你整一杯啊。咱这个呀是自制，所以说得现做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来，你现在尝一尝。哎呀，我尝一下啊。嗯，老板，就是这个味道，好吃。多少钱呀？好吃吗？100块钱一杯。100块钱呀，这么好吃的面也值了。来，给你100。哎，好嘞，我先走了啊。慢走啊。嗯，好嘞。自制各种辣条口味火鸡面了啊。老板，你这火鸡面太好吃了，我拿回去我的弟弟妹妹都抢着吃完了，我都没过好瘾，我还想吃。你先给我来一份，我先吃着，然后呢你再给我打包上3份，回去给他们吃点。一份现吃，3份带走是吧？啊，对。哎，好，稍等啊，现在现场给你制作啊。给，这是你的，你先吃着。哎，我给你打包。美女，打包的好了啊。嗯，好了呀。你多少钱呀？300。300呀。啊。哎，给你这个正好啊。哎，好。走了啊。好嘞。看来这做生意就得变通啊。这变则通，通则达，达则赢天下呀。嘿嘿，就算了。累死了，饿了，大中午的下班了，回我家吃面去吧。行，走。哎，给你打一电话。媳妇儿，多坐一会儿。哎，媳妇儿，做2碗面，我和二豆马上到家。啊，走。媳妇儿，啊，面做好了没有？做好了。那做好了就拿出来吧。我就不回家里吃了，我和二豆蹲这儿吃完就上班呀。啊，行，等一下给你送出去啊。还是有个媳妇儿好啊。还行。哎呀，还是有个媳妇儿好啊。哎呀，还行吧，这老娘们一天啥也不干。你看我这孤家寡人的，回去还得自己做饭。哎，你说像咱们这些捡垃圾的，有个媳妇儿要就不错了。改天让弟妹给我介绍一个呗。也行。哎，饭来了。吃点有肉的啊，来，筷子，不够吃了再问我要啊。哎呀，我这里边还有2块肉呢，你连1块肉都没有，肯定平时对弟妹不好，遭报应了。这老娘们儿人。哦。啊。哎，不对呀，你这底下全是肉呢。哎呀，又遭套路了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这呢就告诉你们一个道理，千万一定要对媳妇好，要不然你们就没有肉肉。哎，两口子就是两口子呀，吃吧，哎，吃吧。